亲爱的，为什么你在发呆？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？刺杀的心动早已讲得明白，迟迟不动手 Tell me why。 每一次被他破解的无奈，让我内心感到无比挫败。没人记起是我能收到青睐，给个机会 I want to try。 虽然我堂口大牌爱耍一点点无赖，但是我真的是一个乖乖女孩。我的内心其实早已汹涌澎湃。我一直心存感恩，对任何人都不坏，就连一个蚂蚁我都不忍去宰。为何杀我？我很不解，快说出来。